温度的调整和打开方式。首先这个是一个打印，这是一个电源，我们会把电源和打印这个开关打开，然后把这个温度调到是我们所需的温度就可以了。一般调整的温度是调整在130度到135度范围之间。这个打印的这个温度话，随着我们的包材的一个厚度和材质而决定的。我们如果是我们拿到达到100度可以打印上去的话就可以，如果有些包材硬一点或者厚一点或者一些特殊的材质，我们就把温度调高一点点就行了。